拜都很正常，主要拍手身部不动，然后你不需一直走了，就当稍微缓一下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好，拍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有平常那个盘子，盘子，好，大概拍三分钟左右的。好，我帮你整理 system， 啊，然后来单手。可以走动，慢慢慢慢。我意思需要稍微换角度、位置、距离就好。高低的拍也可以的，不是停一个点啊，或者不也不需要。我们没有走马，不需要一直动啊。而且拍一个特写，那个中间那个就是中音中凹，你看得到吗？啊？中这个地方是中音中凹，你推上推下。OK。可以推上，推下。所以人站远，你可以中间拉近啊，推远，啊，看到哈？嗯哼。那就随你拍摄那个要求去需求。而有时候可以从大概斜两看高处拍下来，从下面拍过来。好嘞，对。这个封手不要离开，那你的手会这样子。封手，当你打人的时候，你松开了这个扳机，三封手，几分钟？几秒？三分钟。好，再来继续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来冲，来冲。手。